欢迎大家光临圣盟拍卖场。本次的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，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，就能带走他。请让我试试吧。她身后是光明女神。神族，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。这一关是第一层的最后一关，通过后我们就能去第二层了。好的。少年，欢迎来到第一层的玄主试炼。